拦住刹车，让它这个慢慢磨着走。嗯。好，多倒一些啊，再倒，多倒一些出去，倒这库位外边去，整个出去啊，整个倒出去啊，这会儿再刹车可以多抬一点，多抬一点，但是不是让你整个飘起来，倒车不像前进似的，一定要含着点刹车啊，再退点，要不你没有顺直的量，对吧？你只有扎过去的量，顺直的量没有甩出来啊。好，踩停，换前进档，摁着倒档锁往后。往后，低档，对，然后啊，用你的 A 柱夹角，或者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？如果他们的车头都在线里的话，他们的车头都在线里，你就可以拿靠边停靠的方法，去跟白线停靠。你这样白线的话，你跟白线30，那你跟旁车大概就是50到80，因为他们在线里的话，跟线还会有个20-30公分。你用靠边停靠的方法过去之后，正好跟旁车50到80，但是他们现在这个车头已经盖着线了。哎，你可以自己有两种方法，就是在车外呢，可以留个2指宽或者1指宽，你去拿黄线再找那个地缝也可以，或者你就看车头也行，用你的 A 柱夹角或机盖横切面去切这俩车头的中间一半也可以。来吧。带着点刹车啊，然后顺直有没有做好？你这又那个斜着扎的，没有顺直啊？你看看你这么短的距离，顺直这么晚，就打90度，那够吗？那肯定是不够啊，应该多打盘了，对吧？然后回正了向后倒啊，你的人到中间一半的时候才停，刚才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做好规划，对吧？向后退啊！你的人大概到中间库位一半的时候才停，往后退点。先学个最简单的啊！打字吞屏了，看不见，这局能看见这个。叫你想停库位。他们家鸡排，你们要想吃来啊！他们家鸡排特别好吃，我都吃了10年了。你的人到那个，后面的哎，对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啊。先学个简单的，然后利用最简单的方法把调整学会，左边宽了，右边宽了，怎么调啊？然后换前进档。你这会儿可以把两个镜子稍微调低一点点。调低。因为 SUV 大，你轿车可能就不用调了啊。那我把右侧再调低一点，就看到那个后面的轱辘吗？不要太低，后门把手不要低于镜子的上沿啊。然后把这，哎，就稍微低一点就行了。好，然后左打满上啊，向前进档左上。左上。从你的右后视镜看到你想停的库位的右前角才停，也就是说这个角，这黑车旁边这角，还是注意左前方啊。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黑车旁边那角应该看到了吧？看到了。换挡换方向，你上的有点多啊，注意点这个一会儿车头外摆跟旁边黄车的距离。换挡换方向是换满方向啊，你先回时退点，回正。
因为你跟旁边的黄车太近了。嗯。先 A 柱过了它之后再往右打满甩。嗯。A 柱过了它车头大灯，然后再右打满甩，来右打满甩。你最好不要原地踩停，带着点速度打。嗯。哪怕一丝丝的速度啊。嗯。别玩命追着方向盘，带着点就行。哎，不用使命大劲啊。好，注意你的车啊跟右后裤脚的关系，应该一直保持两指宽就刚刚好啊。哪会儿想啊，看看车头啊会不会刮蹭。如果一直两指宽就不知道啊。嗯，那就回直，别动啊，回直了，然后接着推，就刹车啊，那个别踩太死了，咔咔响一个，哎。然后这会儿啊，你是不是想绕过这个裤脚再打？对，对吧哈？前门把手的前端，代表后轮胎，然后这个位置到了这个你的裤脚，或者是从镜子里裤脚消失了，就可以打了。嗯，哎，回正了，接着退，还没到，到了吧？嗯，往里面打车，哎，停停停，别着急，反了。现在是倒车，不是前进，车尾巴想往哪边去，往哪边打。现在想往车尾巴，想往哪边去啊？想往这边。想往这边去啊？嗯，对，想往右边。你的车现在是这样斜的，嗯，你车尾巴想往左走，那车尾巴就往左转。嗯，对，哎，车尾巴想往哪边走，往哪边打啊、嗯？然后一边走一边打，而且你这个右打满怎么左手起轮？嗯，不得左打右打满怎么右手起轮？不得左手起轮？边走边打是最好的，最好不要原地打死它啊。嗯，打满之后看一下左后视镜跟旁车的距离。嗯。两边平行等宽了啊，然后回正。两边平行等宽加车头垂直，你看车头垂直吗？行，你先别着急打反，你现在都是反的，打反了又，先回正了。看看哪面宽，后边后尾巴哪面宽？左边宽。哪面宽往哪面打？哎，倒档的时候，哎呦呦呦，你先不要着急打方向，你打的可能就多了，打的可能就反了。一定让车动起来打，像这种微调整，打个半圈就够了，一般。哎呦，嗯，行，对，好。嗯，哎，停。你这个手现在有问题啊！嗯，你无论左打右打，全右手走吗？嗯，对。你那个回正左手来呗，你这样一回有时候回多了呀。嗯，对吧？嗯，再看看两边平行等宽吗？嗯，等宽。嗯，然后先退一次，那我们学平移啊。嗯。你不等宽，但是你的人是不是已经跟旁边车头一起了？嗯。跟副线一起了。嗯。那你就到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调整的空间了。嗯，第一距离短，第二可能离旁车太近，车头外摆。嗯，你比如说你现在车这么近，嗯，左边近，你想往右打，对吗？嗯，你这一打，车头可能外摆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这会儿啊，只要你的人到了裤线或者旁边车头一起，先直直退，利用出再调了。嗯，先退。先退。对，直直的退，不动方向。嗯，这个线可以到后边的裤线啊。嗯。这个是轮胎停止线，没关系，还可以退啊。接着退，再退啊，退你吧。哎，退，别害怕。哎呀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哪边宽还是右边宽，对吧？嗯，那先把前进档宽上，往后拨是真的，往后啊。哎，好，往右打半圈，你左手来，对，打半圈，好，半圈啊。然后你感觉差多少就走多少，然后反打把车调正。嗯嗯。
差不多了吧？嗯，哎，再反推半圈，把车调正，然后继续观察后视镜两边是否等宽平行，加车头垂直，垂正，看一下两边是否平行等宽，加车头垂直，没垂直，嗯，好像没垂直，没垂直。如果你觉得后窄前宽是对的，因为你的镜子往下调了，刚才，嗯，就不可能是平行的了，嗯，肯定是微微的后窄。